听杨伟人又把火炮全部的轰炸，我是打了胸部，我的血马上流出来了，流到我的喉咙里，我喘不了气儿。钟老说：“是党，是部队。”这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要知恩图报，当涌泉相报。我说周老，我说咱们要立刻要去医院。周老说不用了，他说大中午的，你看就把你叫，他说大中午的把你叫过来，我再坚持一下吧。他说你给我些药吃。你这个时候还想着给公家省钱，他怎么不问他的病？其实就真的没有几天了，他怎么不问这个呀？我站在门口就流泪。你这样很大点，行吗？可以考。那是玩不的。将来回家再打草鞋啊，老周。今年3月28日，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志夫走了，享年94岁。在干休所老战友的印象当中，周志夫是个倔强固执的老人，他每天都按照部队的作息时间起床就餐午休。他的记账本里，大到上千元的电器，小到几块钱的灯泡，每一笔开支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即便是在病重期间，他的一系列举动也在亲友们的心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。生前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待遇是组织给的，但不能可着劲儿用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周志夫，走进这位老军人的精神世界。周志夫晚年饱受病痛困扰，经常数月躺在床上。娄淑珍就充当他的眼睛和耳朵，为他解闷。这是娄淑珍颇为珍视的一段时光。咱们一定要白头到老，是不是啊？这不都头白了了吗？这不到老了吗？是不是？说到要做到。这句承诺给了娄淑珍力量。老两口很少麻烦儿女，也没有请保姆。娄淑珍变着花样的给周志夫做菜，给他擦洗身体。如今亲人已逝，娄淑珍和周志夫在一起的许多习惯却再难改变。更让他难以忘怀的是两人从战火中携手走来的峥嵘岁月。周志夫出生在苏北革命老区，曾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减苏减西斗争。他切身感受到党是真心实意来解救贫苦百姓的。1943年，周志夫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年仅19岁。次年9月，他告别妻子和1岁的儿子，从江苏老家参军入伍。
一年多后，周志夫任新四军淮北七分区独立四团二营四连支部书记。在安徽省濠城的一次阻击战斗中，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肩，贯通右肺，又打进了一位战友的小腿。负伤的太多了，军区卫生队送。我在死过有好几次，送到卫生院后讲，他说：“这么说你啊？”他说：“我跟你也给你打针，你知道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打我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你也要回过去两次。”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，把周志夫送到后方医院，辗转七次为他疗伤。周志夫的右肺被切除了近三分之二，右侧第六根肋骨被摘除，最终他活了下来。然而，真正让周志夫铭记一生的，并非自己的贯穿伤，而是子弹穿过他身体后打中的战友。那小战士打的腿呀，他的年龄很轻，才十六七岁，打完以后啊，人家没舍得救他的腿，哎呦，后来看来病变了，不救不行了，哎呦，救腿救了。人还死了，还牺牲了。我想到这里了，我说我都认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这个小战士无数次闯进周志夫的梦里，成了他一生的挂念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周志夫被评为三等甲级伤残军人，但他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要待遇，而是积极投身军队建设。1957年初，一纸命令把周志夫调往重庆炮校。11年后，组织又派他到位于云南的原第二炮兵某基地医院担任副政委。环境越换越艰苦，任务也越来越重。但无论在哪个岗位，去什么地方，周志夫都高兴地服从命令。在云南，因为住房紧张，周志夫一家借住在当地老乡家里的一处废弃的房子，有20华里吧，靠自行车来回的骑车。在部队时候，他那会儿算，虽然是副政委，要个车就是吉普车，那是应该没问题。但是他都是，要么就走回来，我记得我父亲还走回来，要么就是骑自行车。家算是安顿了下来，周志夫的工作也有了起色。可短短2年后，他又被调往第7机械工业部工作，一家人又不得不千里迢迢从云南搬往北京。也觉得，因为他自己的那个不愿意跟领导张嘴添麻烦，真是让我母亲和我们跟着他也受了一些委屈，他自己知道。但是他就是这样的，他也宁可让我们受委屈，他也不愿意去张口伸手找那个组织。周志夫在第7机械工业部第7院担任军管会副主任期间，两个女儿正值就业的年纪，都梦想着去当兵。身居要职的周志夫却并没有在女儿参军的问题上给予照顾和帮助。简单的很，一句话的事儿他都没说。我父亲后来说的，你算了，你不要当兵了，说当兵那个还有麻烦组织，还要找人。我父亲不是不让当吗？我就只有就是到工厂去那个上技校去了。我父亲从来，我们五个姊妹五个没有帮助我们做过任何一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我父亲特别无能。面对无能的父亲，16岁的二女儿周卫平赌气来到农场插队。临走时，周志夫默默地为她赶做了一个小木箱。我父亲帮我就用那个木板儿，锯的锯，那个钉的钉，就钉了一个这么宽、这么高的一个木箱子，就装我衣物时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把这个箱子都准备好，东西都准备好以后，我和我父亲就抬着这个木箱，就是坐着公交车，就给我送到插队那地方去了。一年时间里，周志夫每月寄给女儿一封信，写的最多的就是：“
不是爸不管你们，饭要自己吃，路要自己走，这样才有意义。数年来，两个儿子参军退役，三个女儿工作插队，他都没有打过一声招呼。五个子女分散在了重庆、江西、江苏和北京。唯一一次例外是1979年中国西南的边境战斗，当时周志夫的小儿子周卫民已经宣布了退伍命令，周志夫专门打电话到部队，要求儿子待命，随时准备上战场。他说我现在真的还想拿枪上战场，他说你们年轻人要祖国需要，要军队需要，要上战场，你们一定要上，坚决的上，勇敢的上，要不怕死。为此，周卫民主动申请留队，直到半年后才退伍，回到江苏老家。咱们不花钱，那公家是不是花钱呀？哎呦，我当时想你这个时候还想着给公家省钱，他怎么不问他的病其实就真的没有几天了，他怎么不问这个呀？我站在门口就流泪。你这个账还大呢，可以好将来回家再打草鞋啊，老周。军旅人生正在播出，周志夫一生报党恩。初到北京的时候，周志夫一家和同事挤在6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，这期间其实他有多次换房的机会，但是都让给了别人。北京的工作结束以后，周志夫留在北京待命，当时因为组织关系远在云南，他的住房、看病和支取工资都非常的困难。为了解决看病的难题，周志夫让三女儿自学护理，给自己打针。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0多年，直到周志夫离休搬进原第二炮兵某干休所之后，才算有了落脚之地。晚年的周志夫百病缠身，平时干休所组织的踏青秋游他很少参加，但唯独上党课一次不落。每次他都提前到，坐前排，在信纸上记满了笔记。放大镜、助听器、笔记本，是周志夫学习的三件宝。即便生病了，也要家人推着轮椅送他去上课。那都我一个人去的，到下边礼堂开会，听政委讲话。到最后一次他说的，说政委我向你请个假，我不能来。政委还怪受感动的，说你都那么大年儿子有龙，你不来我也不怪你。他来上课的时候啊，他都是这个勾着这个腰，弓着身子，哎，要拄着拐杖，老伴儿还得搀扶着才能到教室来，而且还要听完了课之后当面向组织请假。那这样的这个一个老党员的这个组织纪律观念、精神境界，确实是非常感动。哎，当时周志夫的骨质疏松症已经十分严重，1米8的个头，体重却只有80多斤。最简单一阵做，你说一次开会学习哈，挺累的。他一出来就，这无意识的就出这个拐棍，人就直起腰来，就这一个动作，骨折了。哎呦，这是胸部骨折。
那次请假之后，周志夫只能躺在床上静养。2014年，周志夫接连发生两次压缩性腰椎骨折，按照医嘱，卫生所购买了两种进口药。每次我去周老家巡诊送药的时候啊，周老就拿这个进口药，老是问我，进口药需要多少钱？这种药我吃符合不符合规定？要是不符合规定的话，该付的钱我自己付。每次那个周老要药的时候，分的都特别清，说着说着把药都给倒出来，然后把这个药一盒一盒的点得清楚，凡是有两盒一样的，都捡出来放到边上让我带回来，每次都是这样。作为抗战时期的老干部，周志夫的医药费年标准是2.8万，但他每年连一半都用不到。这么多年，周老和娄阿姨的用药是严格分开的。有的时候娄阿姨就说，老周你借我一瓶药吃吧，周老说不行，你没药了你可以到卫生所开，但是你不能吃我的药。所以我母亲拿药就我母亲拿药，她拿药就她拿药，你用了我的药你得还给我。我有好多是类似这样的事情，我们都觉得太过分了。2017年12月7日，周志夫病情加重，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。3个月后，周志夫转出重症监护病房，就提出了一个要求。他说：“那你问过医生，咱们住这得花多少钱呀？”我说：“那我没问过。”我说：“你干嘛担心这个呀？”他说：“你问问去。”他问完病情，医生说：“挺好的，挺稳定了。”那我强烈要求回家，我求求你们医生了，让我回家吧。所以医生只要一说稳定，他接着就问：“你们让我回家吧。”妻子来看望周志夫，他还不忘叮嘱说，尽量坐周一周四干休所的班车来医院，不必特意要小车往返接送。我回家你把脱衣服了都热了不？我现在不现在热啊，现在热。今年3月，周志夫的病情再度恶化，他再三叮嘱家人要按照他早先立下的遗嘱安排后事，以悼念当年在战争中和我一起负伤和光荣牺牲的战友；二，决定不要骨灰，让他随着烟雾空气飞向祖国空中，再落入祖国大地，为发展农业再尽微薄能量；三，对党知恩报恩，向党交党费12万元。我说你为什么要交这党费呢？他说我就要报恩，感谢党。这是一，再一个就是缅怀牺牲的战友。谈到这个小战士说，他是流着眼泪跟我说的。啊，后来我看他，我爸90多岁，两个眼睛噙着泪水，我就说我能理解吧。我说你说什么时候交我就帮你办，你说你放心吧。他说好。我就是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和那妈，也没有那个谁都没有。你看明白了吧，党费收据懂了吧？懂了。当家人把12万元大额党费收据送到病床前时，老人含泪向看望他的人们敬了一个军礼。这是这位老军人的最后一个军礼。2018年3月28日，周志夫因肺功能衰竭去世，终年94岁。追悼会上，家人没有通知任何亲朋好友，800多名追悼者却接踵而至。
从连队指导员到医院副政委，周志夫当了一辈子政工干部。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用一个佝偻瘦弱的身影，留给所有人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，展现了一位老军人、老党员的高大形象。周志夫戎马一生，对军装可谓情有独钟，一套军装穿了30多年都褪了颜色。2018年的春节，周志夫有了一套崭新的老式军装，可一直放在床边，最终也没能再用上。在周志夫的档案中存放着他手写的历史思想自传，其中写道：只要革命需要，我愿意把生命献给党。这份承诺周志夫坚守了一辈子，也成为他一生不变的追求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想要了解更多最新军事动态，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，登录中国军事网，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。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。